你们如果要问一些问题啊，最好问一些有深度的问题。我感觉你们都没什么深度。来来，我教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比如说你问这个问题，你就假设妄图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但是呢我的孩子就问我，他说爸爸，为什么隔壁开的是宝马，我们家却开不起呢？对吧？他如果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我该怎么样回答？各位帮帮我，来你们说一说，如果我的孩子这样问，为什么隔壁开的都是啊，可能宝马以后我家也能开起啊？不一定啊，以后我还是觉得这个车子的话，学校学的是开是不一定要开啊。就是如果很有钱的话，你直接有人有接送，对吧？随时都有人接送，有专职司机。如果你没有钱啊，打车就很方便。我觉得在生孩子之前啊是这样子，但是我认识有些朋友，他是生了孩子以后发现这个必须得要买一辆车接送孩子，然后包括送他去辅导班，包括带他去公园玩，这些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你如果在北京这样城市你不买车，直接就会影响你这个孩子的成长的啊。有人说隔壁的爷爷比较牛是吧，啊你把这个锅推了，你这样怎么样能够有个好的价值观呢？哦，咱家的宝骏差一个字也不差是吧？哇，这什么人才？然后有人说，哎，不要学会攀比，对吧？攀比是不好的。然后这时候孩子说，我也不想攀比啊，但是我自卑啊，怎么办？这个我真的没有想好这个东西的答案啊。有人说人家那个宝马是二手，宝马有什么好的？咱家这个自行车才是最棒的呢。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宁愿在自行车上笑，也不用在宝马里哭，对吧？然后你说生活质量你比不了，你就让孩子在学习上努努力是吧？让他压一头。来，我们看一下，哎，十一点也不行啊。孩子的价值观取决于家长，但是孩子确实会问一些问题。这隔壁的宝马没有咱家这个五菱宏光装的多，对吧？既可以装人，又可以装货，装人还可以装好多好多，对吧？至少七座没有问题。那做视频还债还不了。就是你还得要玩游戏，带着大家玩游戏，游戏得要赚些钱才行啊。如果只是视频现在不行了，我这么说，视频没有原先那么能赚到钱了。因为最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不是视频收益下降了，是看我视频的人少了，大家看来看去有这个厌倦了，就是因为我这个视频需要花的时间也非常的多，大家看了半天觉得我靠，我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上面，我还不如刷别的东西，别的视频，刷那短视频多好啊，对吧？可能有人是就是这样慢慢就少了很多观众啊，就这个原因。然后这儿很抱歉啊，我没有拿到这前三，下回打算换什么武魂？如果出新武魂，他们说要把这个牛给换了，到时候看一下。我们先等等，先出了仔细观察观察别人怎么换的，然后我们再换。别急啊，别急。神阶现在没有双倍，去了也没有意思啊。这个邪恶，这个也不是单倍的，不是，这个也不是双倍的，去了也没啥。哎，这怎么有个人？鬼斗罗，他当年嚣张的不行，哎，见到就揍一下，这不要客气。这种人就是欺软怕硬，你看还搞个孙子土斗罗。好，这是揍完了这个孙子鬼斗罗。好，这个邪恶肯定是我们的人，刚才没有看到别人啊。给你们看个丑事儿，这个海棠小姐姐她说她还有六天生日就19了，老了。我说那么年轻的吗？然后她说我多大？我说我是这个可以结婚的年龄。她说25，我说28了。她说你别骗我吧，怎么可能？我看着才23到25，对吧？你们觉得我像这么年轻吗？我身上那股学生味儿还没有退掉吗？快点再扇一扇，把这个味儿退了。她姐姐说叔叔着急吗？我说不急，叔叔就过分了。他的意思是说你爸爸着急吗？有没有催我结婚？我说丝毫没有。他还问我是不是北京人，我说不是，别考虑我了，我没房没车，有欠款30万，家里买房子的30万也被我花掉了，对吧？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哎，伤心啊，难过呀，是吧？这个就是你进入婚姻市场啊，就得要被这样子价值，就得要被这样抉择。哦，神界开始了，我擦，早说嘛，这个黑暗有两个人先去揍了啊。这个人连黑羊进来把这个人揍了，他就撤了。他不是要拿这个黑暗，他就是恶心人。这个邪恶六血还可以去抢一下。好，这好像没有我们的人啊，打不过就哭。哎呀，丁香西锁我了，可惜这打不了了，最后一血抢不掉了。不然把这个归属送给丁香也行啊，这个毁灭五血就在旁边。哇，就这个邪恶之神爆料了呀，把这个奥乌大魔王杀了呀。杀呀杀呀杀呀，哎呀，他锁着别人了，我打晚了，可惜丁香杀了。这个鬼斗罗把他归属抢了，哎呀，他锁了别人，你们不应该复活，让我来打就行了。这个我的队友提前复活了，你要看我打个鬼斗罗的时候你再复活，这个就可以拿下了。最后一个嫉妒之神，9个人在，哇，那么多人在旁边看着吗？今天都是来看戏的，什么车修杰，这我先杀归属吧，灵犀。这嫉妒的话其实还行，哎呀，青光书圣留着，杀一下青鱼，哎呀，这个不太好。刚好就被揍了啊！一往情深，好，还是我们的人，那这个归属拿下了呀。
哎呀，这个好像，哎呀，被人最后一丝强调了，这个难受，他们这儿的人我打不过来，这也不是来的晚啊，是因为这 boss 太多了，打了我三个他就骄傲的不行，这没有关系啊，因为有时候就是有这个运气存在，现在我打丁香打一百场我会有一两场输的，这也正常。他说除了黑暗和生命全是我这边的，哎呀，就把丁香激动的不行，这揍了你一天了，你没有点逼数吗？这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树，不是那个树，我刚说错话了，抱歉。梁佑是一个氪金大佬，他应该会比之前的号主氪的要猛一些，不过他也就一点几亿嘛，这个其实差距已经很大了，他 要追上丁香不现实，要追上他们对面的其他人还有机会。刚才是 boss 太多了，这个他们人也太多了，揍不过来，现在就一个 boss 慢慢进慢慢刷，看他能抢几个。结果天天留这个东西就要被你们念叨，我真的是被念得烦了，所以我就打了。这要不要双倍也无所谓，那个双倍什么时候开也不一定，可能一年才会开一次啊。地狱的人他来也是被揍啊，只要武汉来我直接把这谷拉满，我都是见到他就拉满的，然后是自己人。他直接说献祭地狱所有人，这地狱一直欺负他，这个人就是挺有血性的。出神还灵珠是吧，哎呀没有出呀，兄弟们抱歉了，等下一个吧。来去黑暗，比如现在这个是青光出身的 boss 吧，然后 C 加330揍了他，如果说这个人有 90% 的这个血量加成，他还输给了 C 加330，那这个 C 加330拿这个归属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就自己人他高战想要拿这个 boss 我觉得是可以的。给大家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排行，回魂排行我们是，哎呀其实就差了2000年呀，今天努努力再打一个神界 boss 就够了是吧。来更新一下战力，好，昨天我看了一个东西啊，就说以后起名字如果大家都不怎么会起的话，对吧，因为可能生了孩子那时候你才特别着急的想去给孩子起名字嘛，因为孩子出来之前都不知道他是男是女，然后你经常起了一堆发现还又后悔了，然后等到孩子要什么上户口上那什么就是那些东西是需要名字的时候，对吧，你就得要赶紧给这个孩子定这个名字。但是呢很多人起名字起的不好，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如果不会起名字的话可以去中科院的那种什么院士的那个名字上面找一找，对吧，有没有看得上的，对吧，那些名字起的多好啊，都是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个院士之类的，都是国家栋梁，那是真正的国家栋梁啊，那样子的话就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看这个表情我觉得超级到位，但是工作12个小时之后下班看着超人把分期36期买的车丢向了坏人，呆呆的，这个表情太呆了，这嘴唇看着也很憨厚，拍着杯水就傻愣傻愣的，然后我把这个发给小西说，然后那个超人还不赔钱，特别的惨。昨天看到一个消息啊，就周鸿祎他说这个美国那边很多35岁以上的程序员，那些程序员是真正的写了很多很多的行代码，非常有这个经验，他们做这种编程上面的事情啊做得非常的熟练，他就想不通为什么国内要把这些人给裁了，对吧，因为国内一直有一个东西叫做程序员35岁啊就要被裁这么一个隐性的规律，然后他就发表一个这样的观点。各位你们是怎么看的，不是有人说这是为了那个程序员那个政策是为了防止他们猝死，你这瞎说呢，我说的是国内为什么啊，好吧也算吧啊，其实我之前也想不通啊，因为这个观点是我在一两年前看到过的，就是我是看那个得到 APP， 就得到那个 APP 就是那个罗胖弄的，就罗永浩以外还有一个叫什么罗振宇，他搞了一个 APP 叫做得到，那上面有很多老师，我还在上面花了2-3千块钱买这个课程啊，然后开 VIP 看书，那上面的话有些老师就说，好像是吴军老师告诉我的，他说其实国内就是这个互联网，他当时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国内的话因为互联网企业还不是那么的成熟其实呢他在国外待久了就会发现真正作为主力的一些程序员他们是30岁以后才成为主力的，特别是国外有很多40多岁50多岁的人，那些人凭借着他们对技术的凭借他们对这个代码的理解啊，写了多少多少万行的这个代码的这个经验，他们把这个事情就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国外这样的有经验的程序员是很受欢迎的他是这样说的。然后他说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国内虽然现在有些排斥吧，对于35岁的程序有些排斥，但是呢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他说的意思呢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是前两天才想通了，就是因为成本高啊，他们为什么成本高，因为我这个员工就得要涨薪，就不能说是就是企业为什么要裁他，就是因为把他们这个薪资涨得特别特别的高，企业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薪资涨得特别特别的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也是互联网一线的企业，如果我开的这个薪资比
旁边的互联网企业开的薪资要低一些的话，那相同年龄的程序员，相同能力的程序员，他会优先跑到对面去，这样的话就会相当于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这个我们这边能力强的啊都走了，能力弱的都留下来了，对吧？就是因为这个薪资的缘故啊。所以这些互联网大厂一方面是要比拼这个薪资，对吧？我家这个薪资很高，我能吸引比较顶尖的人才，至少我不落伍，对吧？在一线互联网厂商当中，我薪资不能比别人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导致他们这个薪资越来越高，太高以后就承受不住，35岁以后你做的事情很多，26、7岁的人比较厉害的也能做，反正也就是招的都是国内顶尖的顶尖大学毕业的这个程序员，对吧？然后工作个3-2年有一定经验了，哪怕说这个暂时不是那么的厉害，但是他们要做的事儿，大部分人做的事儿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没有那么复杂，不需要那么能力强的人，就是这么个原因。有人说互联网企业会不会用代码监控你去上厕所？不会，你真正去那个大厂你不会有这样的担心的，你确实可以一次上厕所上10分钟，但是这个东西你上个1-2天一个星期2星期别人都不会发现啊，但是如果你上的时间特别多，你的旁边的人会注意到的，特别是你的老板，可能就是你的组长会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总会有人注意到的，毕竟你是可能你上厕所每天就定时啊去休息10分钟，其实有的老板可以理解，有的组长可以理解的，对吧？我们这儿确实就像是小时候上课一样，上40分钟我要劳逸结合休息10分钟，对吧？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到了企业没有这个40分钟下课铃了，那我工作个2小时我累了，我去外面的天台，不是露天平台啊，去休息一下，或者去大街上走一下。但是呢大家一般不会去大街上走，那样显得你很闲，你一般就是你累了你叫个3-2个同事去点杯星巴克，会是这样子走过去走过来，其实这样子挺 OK 的。好，今天还要和大家吹一个东西啊，我是去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叫做童景晨，很会撩妹，就每天晚上你看着他和一个小姐打招呼开始，然后怎么就聊到一起去了，然后最后要么亲要么怎么样带回酒店或者带回家，还是这样子一个剧情。当然他不会在直播的时候这个真的亲在一起，只是说比如说小姐姐我们今天就待会儿你亲我好不好，然后那个女孩子说好，对吧？然后那个童景晨就说不这个还算了，然后就转移话题，他是不希望就说有这样的东西在直播间，因为有可能会被封嘛，因为他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敏感，一直撩妹可能就是渣男的路径嘛，对吧？这个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吧？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也很羡慕那样的人，就是大家都叫他祖师爷，对吧？就是因为觉得从他那儿感觉能学到很多东西，什么时候我也像他一样，我能够一撩撩好几个，是吧？每天撩个最好，对吧？每星期撩一个不同的也行啊，是吧？很多男生内心都有这样邪恶的想法，邪恶啊！重点问题说3遍，你都是你们的祖师爷吗？我的天啊，那么多人都认识他，谢谢找你的粉丝团。然后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谈恋爱，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一个莽撞的少年。我心想了，我靠，网上说那个 PV 多厉害，就 Pickup Artist， 就是那个 PV 达人，这个怎么中文翻译我也不知道。好，我们是第二个出场，希望能赢一把吧。我原先很希望自己有无穷无尽的魅力，能够迷住，对吧？各种漂亮的小姐姐，希望她，对吧？能够被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希望是这样子。但是后来，谈了很多恋爱，然后就发现，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你和一个女孩子，你真心很喜欢她，她也真心很喜欢你，那么比较切合的那么一对啊。在一起谈恋爱谈的时间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就是你不用，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好像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过得越久，有些东西就变得越坚韧，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东西好像是有点难解释啊，就我们对面的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厉害，不会这把真的赢了吧？我已经连输好多天了，这把要是真的赢了那就见鬼了，感觉这个人我也可以揍，他不是特别特别牛掰的人，因为他这个都没有变成这个黄色，不是没有变成这红色和蓝色啊，这个东西是80天之后的魂导器二代，这个上面会有这个红色或者蓝色的东西出来。好，到我们揍他了，对面4级真身小蜘蛛，哇，真身，这个是蜘蛛是吧？不对，这个是蜘蛛啊，哇，这蜘蛛，哇，这个好漂亮啊，但是他好像不太行，看起来没有任何压力啊，这个牛都死不了，你看我这牛，哇，把我狐狸给治了，我靠，大哥你行的呀。我靠，真的要赢，真的要赢！我靠，你怎么还不死？他好几次都残血，每次都残血残到这啊，终于赢了，对吧？有点虚啊，哈哈。好，终于赢了一把。
来，现在神界 BOSS 嫉妒之神打起来。好，小陈、果果，这都是仇人，你们还想拿 BOSS， 想啥呢？最后几血进来，让他们很绝望，是吧？哎呀，不好意思了。好，果果杀一下。哎呀，这一往情深就加150的加成，直接把他们俩都揍了。哎，可以的，可以的。一往情深说剑骨不行，打不过人是吧？那他以后换吧。好，又帮他拿到了。今天有一个人，他有100万战力，才玩了2天，然后找我要这个魂盒，说能不能送我一些魂盒呀？我说你再问我就给你拉黑。你现在魂盒给你，你都用不了。然后后来他说，后来他直接在群里说卖号。我说你100万战力的号还卖，卖什么卖？然后我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个没有成年？然后他说确实还在上学。我就说那就不要玩游戏了，赶紧退游吧。这个都极限斗罗了吗？说的不是我吧？好，对面这个第二名是个菜，有人说输了。这个惊雷很厉害吗？不清楚，看一看啊，来看一下。哎，还行啊，99级，这个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厉害，因为他没有红和蓝，这都是白的，白的，白的。这里好像是奇攻对手啊，然后突然间来个暴毙，他的牛怎么就死了呀？我的牛好像都不会死呀，我草死了，用他2秒钟，他没了呀，我的狐狸要爆发了，要控他3秒钟，对吧？我的牛还没有死，好，结束了，各位，竟然赢了，这不科学。好，我也到了钻石5了。OK 啊，再匹配最后一次吧。哎，今天再赢一把就可以拿一个这个镜像长，回完基础攻击加10呢。好，对面最后一个是一个黄金一，为什么是一个黄金一啊？呀呀儿哟，我们几个咋能个送？太渣了吧，这还有个炸环，对面就那么强的吗？这个其实我希望他不要打死我的牛，给我留几个角色。我揍他应该是很轻松的吧，我的草别死啊，草的那几手控制还很重要，这个鬼怎么还不死？哦，死了死了死了， nice， OK 了呀，这是有多天真。来看一下，这是神官后期，其实刚进神官啊，应该也就开服140-150天的样子啊，这鬼先死了，牛的话哎，好像能赢啊，各位，这打我完全不要血，真的是老王图，哈哈哈哈 ，nice 啊！完了完了，不好意思，发家致富了。来，镜像墙吃一个，吃起来，这个还是很稀少的，加22万。为啥你们魂斗罗要这个东西，对吧？生命有那么好吗？哈哈，因为别的 boss 刷了他们拿不着，就我们公会的好多都是拿不着别的 boss， 就生命刷的勤。你今天破产了吗？这个330，要不挂件你让他一个，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说句话，不知道这个挂件听不听我的。我说让他一个，哎，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好好好，这我要锁人，保护着我们亲爱的330，挂件好人，哎，可以的，可以的 ，OK 啊，330成功打了一个生命，祝他能够爆好货，接着再去帮，然后看一下，哦，这两个，你看这三个，这四个，我的天哪，空间要刷了，邪恶要刷了，毁灭要刷了，这个黑暗也要刷了，最先刷的应该是。空间对吧？这样吧，这里既然那么多 boss 都刷了，最好最好帮他们的办法，我教大家一招，但是我知道你们学不来。神剑令牌吃一个，这空间我们就放了，我们直接去打邪恶。跟我来，跟我来。空间我们有人要吗？他们没有说啊。毁灭有地狱的等等，先把邪恶拿下，一个一个来啊。哎，不错不错，挂件让了一个生命，给他一个邪恶，可以的，我们再去毁灭。现在这个丁香和武汉也不来了，就他们俩一起来啊，有这个威胁，就有一个人钳制着我，然后另外一个人可以打我们公会其他的人，那样的话会让我很难受。但是如果他们就来一个的话，啊，其实我也很难受。他们如果只来一个人，就锁我啊，不停复活，不停锁我，我打不了他们其他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家的人一般战力都比我们家这边要高嘛，大家都知道他们高战多。哎，九叶拿了，哎，我还以为拿了什么魂核呢。我们记得自己是有这个归属啊。对于方阵的被挑战等等，这揪啊，给你脆了，锁他锁他锁他，好，揍死，好，退出，他可能会复活，空间不要了，好，揪复活了，哎，这个揪想要偷屁股，结果他刚复活就死了，你再复活，我又锁你，我连续锁他3次，他白复活2次了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哈哈哈，哎呀，可惜。烈焰还有7分钟啊，这个空间刚刚是谁拿的？小胡子吧，啊，抖音虚妄也行，反正我们家没有人要，我们就把这个烈焰打完，我们就下了，说好了。哇，我们家人这些 boss 全都是我们的，很舒服啊。哦，对了，
那这个我虽然不是一个才艺主播，但是日常可以表演表演，表演什么内容呢？哎，就是这个表演表演这个英语是吧？英语可以可以表演一下，你们可以让我翻译一些东西是吧？有意思的东西，然后难为一下我，记得白天记得想我，给我出出难题，别忘了。好，这儿先把这个抽了吧，这个今天差点忘记了。有人出过红二，但是咱就不要想了。这冲红二的话，可遇不可求，出最好了，不出也不要奢望，不然你有这个期望在，每次你都会有一点小失望，积少成多你就抑郁了，知道吧？这不好，这好吗？这不好。哎呀，这一年到头，这有多少个红人啊？红极一时，又比如说那个铁山靠，就好多好多红人都是红里头的。比如说那个油腻的那个男人叫啥？那个人也是，就红了一下，然后就又消失了。这个网络更迭实在是太快太夸张了，用英语直播试试，那直接我要是你我就直接喷，这装什么逼呢是吧？你们记不记得这句话是那个谁说的，那个叫做白白什么，就有人经常搞这种搞笑的视频，就我白客啊，对，他搞的那个视频，他搞的那个视频的系列我很喜欢看啊，白客弄的。这是再给心法升一下吧，九天霓凰，我靠，一下吃20多个材料，我感觉每天晚上最好留一个次数帮他们打打血量，这样的话 boss 刷的更多一些，这样比较好。哎，活动来了呀，各位看一下瀚海庆典活动说明，在1月14号之前开的服都有，从明天开始持续3天，明天就大活动了，哇，明天出活动庆典珍宝，主要奖励3包碎皮肤、豆凯凤凰领域、孔雀岭金苍鹰碎片等，哇，每层都可以选一个这个大奖，我靠，这个感觉和修罗很像，各有神明，选这个雪茄宝，选择宝箱银龙锻造，我靠，这雪茄我不需要了，我都满了，我的天哪！特经典特工瀚海之极，这个我们不要抽特别多，因为我这雪茄满了。但是武汉抽多少我就抽多少，这个不要怂，哪怕抽这个多余的雪茄我拿去卖也没关系啊，我便宜卖给他们 ，OK 的。明天晚上见啊，各位。明天白天说不定会被这武汉揍，这个活动是有点好的那种。明天你考试了，好，到时候考完试晚上我才直播呢，你晚上不可能考试吧？最好复习啊，如果你这几天都要考试，那晚上一定要复习，就是临时抱佛脚。为什么要临时抱佛脚？就是因为你要能够迫使自己静下心来。你说我到了考试之前那半小时，或者进了考场，我再静下心来，那时候心里很浮躁。他要的不是一个啊，你说我提前能复习多少这个知识点，一定是要进入那种状态。一个是心里不浮躁，另一个是想清楚考试要怎么考，想清楚怎么样去几分钟做什么选择题，花多少时间，这个什么什么题，选择题之后是什么填空题啊、应用题啊，每道题花多少时间，要有这些思路很清楚。另外就是。看一下这个错题本，想想哪些错题当时是怎么错的，怎么样保证考试的时候你会的题不错，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这儿没有人来骚扰我，可惜了。昨天维护是为了这个活动啊，怪不得昨天他维护呢，就是为了明天有一个这个活动出来。好，接着再去帮一下他们这个黑暗和生命。哇，这个活动它持续32天，这活动持续那么久的吗？这夸张了呀！就是你说我现在打。我有可能会输，但是大部分是赢。这个怎么看呢？有一个最最最简单的办法，这阿里要被车游杰揍了。就刚刚我打了狗狗，打不了车游杰，能不能把他锁住啊？锁住了，好，杀他一下，真烦。这狗狗，你有本事再复活。好，完了，车游杰来了。狗狗如果复活，他就会杀这个 C x330 的。但是我再杀狗狗，还来得及吗？有可能来得及啊。330，哎呀，可惜了。这两个人进来就是很烦啊，我其实不应该杀秋秋姐的，我杀果果的话他至少是要花这钻石复活他才能拿到这个 boss 的，因为同时进来两个人，哎呀，刚才我杀错了，秋秋姐不应该杀，抱歉抱歉。完了，秋秋姐又要搞事情吗？哎呀，这秋秋姐又把这人杀了，完了，是本命幽皇搞的。330等等吧，这330刚复活花了钻石，这秋秋姐太可恶了，来把他锤了，哎，他直接就走了。哎呀，不好意思，待会儿我再帮你拿，别着急。反正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这个欧皇是我们的人啊。谢谢各位了，哦，谢谢凡西的粉丝团，我再看一下啊。我谢谢逗号送的粉丝团，谢谢凡西，谢谢快递员，谢谢琥珀色，感谢各位大佬，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晚上10点钟再见啊。明天有好活动，要氪大钱是吧？明天再来，拜拜拜拜拜拜。不切磋了，给你看一下排行榜，这是我的分数40，他都打没了，他是自己打我都打输了，打的，我现在。我都懒得去切磋他了，好吧，这就是什么，这是王者的气概，你看他打赢他有什么用，这已经是既定事实，我去切磋他只不过就是加强你这个印象而已，不需要了。这武汉突然现身，等等等等，把这鼓舞拉满啊，杀了我3次了，再看看呗，对吧，你喜欢揍人那我也喜欢，刚好投其所好是吧，揍给你看，把他揍了是吧。好，
只有拉满了才把这个人揍了。这个严飞扬也来，车杰也来，这是啥咋回事儿？这武汉刚刚我鼓舞拉的比他快，他揍了我三次，不好意思啊。然后现在你还揍吗？你来呀，什么严飞扬来呀，对吧？都杀了，杀了杀了杀了，骑兵来守一下是吧？骑兵我看一下，哦，骑兵无血，先把这个揍了，待会儿再回来啊，别急。好，车杰来了，其实他来晚了一点，不然我也能锁住他。nice， 接着我们再回来。这个是孤城被揍了，所以他们的人来了，对吧？哎，先揍这个归属，这里还是有200的加成的，别客气啊。什么连飞扬、抖音虚妄都来了，他们应该是在群里吆喝了一下，或者是宗门频道吆喝了一下。你随便来，反正我也没有次数，这 boss 的血就是68血，就给你打到死。我的队友被揍了呀，可惜。今天都没有次数了，别走呀，客官。三零，你还别他这个吧，我觉得你肯定会被锤，你不如找个其他人。其他队友拿这个 boss 打得还更快一些，这个看来武汉他们这个人要经常来啊，经常被我打是吧？这样我才有礼物可以收。好，车秀杰先来了，哎，其实不应该打他，要打这个孤城浪痞，但是他们进早了，稍等，随缘死了以后，先把这个孤城浪痞给杀了。这个抖音需要不用管，我就杀孤城浪痞，只要他没有次数就没有关系。好，他走了，车秀杰，其实我不要打这个虚妄啊，我要打这个孤城浪痞啊，哎，我应该锁一下虚妄。哎呀，我的错，刚才我应该锁一下这个虚妄的。哎呀，我是想着去锁这个孤城浪痞，抱歉抱歉，这又被他们抢了一个这 boss， 这好难受啊！这可是40万年的 boss， 这思念也是敌对工会的，车秀杰也揍了，这是车秀杰在揍我们其他人。这优乐美好像是我的粉丝啊，他好像是我粉丝。这些人是真的烦，但是没关系啊，他们在这外面其实也等了好半天呢，我一个人加上一个随缘，浪费了他们好长时间，也不难受，对吧？谢谢 SM 的粉丝团，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然后，王一博大佬说他玩了一天送人了，好的，好嘞，好嘞。今晚有很好的活动，我们明天见容来揭幕啊，揭晓。大家等一等，要有这个长信是吧？车秀杰进来了，哇！优乐美我先杀啊，这两个，哎，优乐美又复活了。优乐美是他们工会的吗？我问一下，这个我以为是。哦，他是妄图家族的，好的好的好的，他是我们妄图家族的，我还揍了半天，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这是我的问题。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